listen, honey, if I told you about the way that I felt. Yeah. I wouldn't waste a minute if I had you all to myself. We'd be walking in the moonlight, staying up till sunrise. Baby, you can let your walls come down. We'd be dancing in the corner, sleeping on my shoulder. You can come and have it all with me if you want it, baby. Hello, 大家，今天是周六上午19:30，然后我们出门准备开启下图游玩的第一天。两年前毕业之后就没有回来，然后就一直想回来玩。正好小徐没有来过下图嘛，然后就说这个长周末来这边玩3天。对，我们是昨天晚上到的，然后周二晚上回去，带你们看一下下图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现在要先来派克市场，超级超级多人，给你们看哦。我们点了芒果跟 passion fruit， 这里人真的太多了。我们现在要去第一家星巴克，你们看这个队就是要去星巴克，太恐怖了。看这边景色太美了，那边那个摩天轮特别小，然后这边都是连海湖。Hello， 小猪猪。猪猪。让我们发财吧。是的。看这个猪的小脚印。Tell you about the way tha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us. Yeah. You wanted honesty, but couldn't find someone you could trust. 我们买了一束干花，感觉上面这个像毛毛球，好可爱。还有这个片片的，是不是？你们看，这里就是口香糖墙，上面全是口香糖，我的天。这个 crab pot 非常有特色，就一大筐海鲜，它在动。逛完派克市场，超级多人。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下 Space Needle 太空间。滑起来，快点滑起来，然后按，然后按。我们来太空镇啦！来另外一个公园了，叫 Guesswork Park。我之前大四的时候经常跑步来这个公园。小齐说这个公园景色比较好，这边应该是老的那种蒸汽的东西，然后对面是 Downtown， 这是 Space Needle。爬不动了，太美了！我们想明天去滑那个 Kayaking， 好多人在滑。看这个飞机，它降落了。哦，下来了！哇，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了，现在已经1:30了。因为下图这几天餐厅都完全订不到，然后我们五个人订了一家 brunch， 叫 Portage Bay， 是我大学的时候特别爱吃的一家 brunch， 然后只有1:45的有位置，我们现在就准备过去。我们吃饱了，好撑。然后现在在 Capitol Hill， 他们这里有一个彩虹的人行横道，因为这边非常支持 LGBTQ 嘛。10:20 most days. You'll never see the sky.
if you keep looking down, and if you take the wrong way, and maybe you should stay instead of turning around. 下面好吓人，全都是玻璃。这里人超级多，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排了差不多15-20分钟，然后今天景色超美。我们来吃午饭了，要吃早茶。我之前在西雅图基本每周都会吃早茶。啊，我们刚刚吃完早茶，我忘记拍了。我觉得这个没有我之前吃那么好吃了，因为有两家人特别多，我们就选了另外一家，就把另外两家推荐给你们。我们现在准备来 Lake Union 划个船，跟我另外两个朋友。我超激动，我甚至有一点想玩那个 paddleboard， 但我怕我会摔。走，我们去看一看。就在这里，我看好多人穿着泳衣，我好想玩这个跪着的，但我好害怕。看那个小鸭子连成了一条直线。我们在喝水吗？还是在洗？加速！看太空针。哇，这个角度太美了，太搞笑了，我们都突然停下来滑不动了。这里船太多了，我们随时都有被大船撞上的风险。你男朋友已经被夹在中间了。我们现在准备来吃一个豆捞，我最爱的火锅，之前每周都会来吃。真假的？榴莲的吗？榴莲有吗？应该有吧，面试点心。你知道我有东西啦，你很机智嘛，丸子。你喂它吃，它很小心翼翼，它很怕咬到你。它先舔舔我的手耶。嗯 ，good boy。啊，它会舔啊，好可爱。你好。看看。解锁，哎呀，怎么开？小浣熊，别走。好像藏起来了。我们刚刚在毛毛家玩了好久，玩了 Switch， 然后打了麻将，好久没有打麻将，太开心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个 July 4th 的烟花，但它其实是10:05开始，现在已经马上就10:00了。哇，好小啊！带我们的无人机来。嗯，他买了无人机啊？对呀。就那个大疆的。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来逛学校了，回到了我的母校，好激动！现在差不多快10:00吧，我们在家吃了早餐，然后我带他在学校这边逛一逛，刚刚开车绕了一圈，然后 F 也绕了一圈 ，F 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对，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学校超美。这个就是哈利波特图书馆，超级美。然后这边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大楼。我们现在要去 Quad， 就是我们学校的樱花大道。但现在这樱花树都变绿了，它每年3月份的时候会开樱花，然后就会下那种樱花雨，超好看。
我们刚从那边走过来，是不是超美？现在学校里人太少了，我好不适应。这个往前走是我们学校的喷泉，然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后面其实可以直接看到 Monte Rainier 雷尼尔山，但今天有点阴天。水是蓝色的，对。这个是专门给小鸭子，它要进到喷泉里或者出来的话。现在带你们去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这是我们学校的四大柱子，他们这个名字叫做 LIFE L-I-F-E， 就是 stands for Loyalty Industry Faith How Efficient。 逛完学校了，然后准备来喝一个奶茶，这家是新开的，他们都说很好喝，叫做茶千岁。好多朋友推荐一家泰餐，还挺好吃的。我们本来说去逛一下亚马逊的那个 Sphere， 他巨资打造了一个植物园，就他们也可以在那里办公，但他今天关门了。然后我们就说跟朋友去打羽毛球，那今天开门也很晚，然后我们现在就来了 Bellevue Square， 说带小西逛一下街。火锅，然后玩了 Switch， 玩了很久的 Mario Party， 很好玩。对，因为我明天就要上班了嘛，要早上很早起，所以现在就准备回家洗洗睡了。现在差不多9:30，天还没有黑。总结一下，这次来西雅图超开心，就见到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一起吃吃玩玩。希望下次可以再回来的时间久一点。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